本期速览《天堂的颜色》，普罗旺斯的夏天，恋恋笔记本，天才瑞普利，路边野餐，濑户内海，排名不分先后，出场看我心情。其实在我没看清你的名字呼唤我之前，我是很讨厌夏天的。我和某位朋友还关于冬天和夏天哪个更好做出过很深入的探讨。我是冬天党的，因为冬天给我的印象是依偎和亲密感，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奢侈品，但夏天就不一样了。炎热和出汗，我想让世界都离我远一点。升温之后的某天，我带着烦躁的心情更新频道，我会看评论，但一般不会去看弹幕。那天鬼使神差的看到一条，说让我享受夏天。天哪，那一瞬间我都要哭了好吗？这位朋友，你是天使吗？那么我就来说说几部关于夏天的电影好了。这里还是会综合一下国家地区和类别，也会兼顾一些不是很热门的，我觉得不是很热门的电影。其实关于夏天最多的电影是爱情片，燥热的天气，燥热的内心，干柴烈火。天堂的颜色，1999年。首先要说的是一部伊朗的电影，这部电影真的很悲伤，很悲伤。在讲这部电影之前，我想提一下导演马基德·马基迪，他很擅长的就是拍摄儿童题材的电影，小鞋子、麻雀之歌等等，不例外。这部电影镜头之下的孩子一如既往的真实生动。这边插一句，儿童题材一直都是伊朗电影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怀璧其罪的伊朗一直以来都饱受战乱的困扰，所以儿童这个意象就承担了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功用，用天真无邪来构建一个超越性的立场，影射难以直接表述的社会问题。说起来，伊朗电影其实是一个很独特有趣的分支，很有自己的特色，但是因为语言问题，我没什么机会看到。巴别塔的悲哀真的是悲哀。回到电影本身，因为主角小穆罕默德是一个盲人，一个人要是失去了一感，其他的感觉就会增强。盲人的话会对声音更加敏感，至少绝大多数的影视作品中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片子的音效会做得很棒。音乐很少，主要就是声音，风声、流水、虫鸣、鸟叫，细腻的音效配上大量的特写镜头，会把观众的五感都放大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下的电影的画质问题，画面中总会出现很多的飞蚊，习惯了看高清的我一时间还有一点新奇，就好像我也是一个视障，看不见那个离我有些遥远的故事。我一直在思考导致故事悲剧的根源是什么，都是因为父亲的自私吗？我觉得不是的，他确实是在救落水的小穆罕默德的时候有过一丝的犹豫，但最后他还是丢下了马和行李跳下了水。如此湍急的河流，他早下水未必能救得起孩子。没有人是圣人，大家都有私心，父亲并不是一个反派，他确实多次的想要抛弃孩子，但是每次都不能完全的抛弃。悲剧的根源其实是贫穷，片中的父亲并不是不努力工作的，他认真的工作，起早贪黑，照顾年迈的母亲还有孩子，他们的贫穷来自于社会，动乱的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悲剧。贫穷，说真的，能看上这个视频的人肯定是体会不到极致的贫穷的。当然能做出这个视频的我也不是特别的贫穷，贫穷其实是最难以共情的，我们只能做到尽可能的去理解吧。影片的最后，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以及热爱的小穆罕默德拥抱了天堂。普罗旺斯的夏天，2014年。关于这部电影的主角让·雷诺，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厉的冷门大叔，但他其实还是一代谐星，尤其是他的法语喜剧特别好看，像你丫闭嘴，这不一定要看东北话版的，超级好笑。然后这部普罗旺斯的夏天也算是轻喜剧吧，很套路，但是就是有笑有泪，愿意心甘情愿的被套路。法国南北对立的情况和我们江苏差不多，不是，以巴黎为代表的北方冷静精致。电影发生的故事背景在南法的普罗旺斯，民风淳朴，热情奔放，随意开车。普罗旺斯离意大利不远，所以这部电影明媚的配色让我一下就想到了我的白月光，我就更加喜欢了。这个故事的着眼点很小，就是一个祖孙间从互相敌视，像南北对立一样的敌视，到后来的互相包容接纳。我会无差别的推荐给所有人。说两个很触动我的点，一个是外公的橄榄油拿了奖，小儿子去追逐外公分享喜悦，第一个打破祖孙间隔阂的是小男孩，所以首先和外公分享喜悦的也是小男孩。小男孩是个聋哑人，所以用了一个很低的视角，
同时画面是没有声音的，无声的画面让明媚的阳光变得格外的干净，然后声音慢慢的回来，就特别的温暖。这可能就是孩子和夏天给人带来的治愈吧。另外一个是小女儿被男人骗走，外公和他的老年朋克朋友们开机车去救女孩，就特别的，你们感受一下，特别的激动人心。三个孩子中，小女儿的故事线其实是最靠近主线的。孩子们的母亲就是少女妈妈，外公虽然老朋克了，但是无法接受女儿这么小就有了孩子，于是和母亲断绝了关系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虽然想修复关系，但还是放不下面子去和解。他表面上看孙辈各种不爽，但还是在乎的。这是故事的高潮部分，当看到小女儿也即将遭遇当年自己女儿的遭遇的时候，他终于没办法冷漠了，带上了朋克团出征了。外公之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莽撞和暴躁的，但对待坏男人的时候，他还是保持了理智，没有开枪打人。这一幕我觉得有把他这个人物塑造得更加的丰满立体，固执铁汉和柔情慈祥的品质都被放大了。还有这部电影的片尾，我也是相当的喜欢，很有趣。如果可以接受法语的话，我再一次无差别的推荐《恋恋笔记本》2004年。说到夏天，逃不开的就是爱情，你们熟悉的夏天的爱情片太多了。但我本人对爱情电影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片看的不是很多，爱情对于我来说是奢侈品，看多了爱情片总觉得像是在看别人炫富，所以说只挑了一部我自己比较喜欢的《恋恋笔记本》。这部片子像是海盐口味的冰淇淋，甜甜的爱情和咸涩的磨难，富家女和穷小子的爱情故事，失意、残酷、浪漫、无能为力，生同免死同学的结局，真的看一次哭一次。当然也可能是我泪点比较低。其实爱情是最不讲道理的东西，没有先来后到，没有多劳多得。这次看的时候会觉得未婚夫很冤枉，从头到尾都没做错什么，却失败了，只因为自己不是那个夏天出现的少年，会可惜，会为他抱不平，但这就是无理取闹的爱情。不过我一直觉得婚姻之内不可以追求爱情，但是没有婚姻我便不会苛责，当然这一些都还是要结合时代背景来说的。这部片子的叙事模式是很传统的，从疗养院的一个老人对老太太的叙述中娓娓道来，讲述了一个从夏天开始的爱情故事。大家很快就能知道，这个老人和老太太其实就是男女主的老年。老太太得了痴呆，忘记了过去的事情，但是偶尔会记起。真正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他们的老年，当女主忽然想起在忘掉之后的歇斯底里，男主在那里不知所措。对于我来说，忘记要比生离死别残忍得多。不过我虽然会为了片中的爱情感动，但我依然坚持爱情是奢侈品，有就是有，得不到也是正常的。片中呈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，男女都是那么的至死不渝，我倒是觉得没必要去苛责故事的合理性，因为这是电影啊，电影故事本来就是虚构的，基于现实，但是高于现实。生活已经那么苦了，为什么不能纯粹的把自己沉浸在主创给你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呢？天才瑞普利1999年，夏天还有谋杀，我最喜欢的专题来了，因为太喜欢了，所以我这一部分的选择太艰难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。天才瑞普利、青之眼、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是我的备选，都是无差别推荐的，但我最终选择了天才瑞普利，因为华语日语电影方面，我想选择一部更具有特色的。天才瑞普利的知名度比较高，相信剧情大家知道的差不多了，虽然我很喜欢裘德勒演花花公子渣男，但是这里就先不谈他了。我想讲讲出场不多但是最让我动容的彼得。彼得是善良的，瑞普利也是爱彼得的，所以他会在彼得面前稍稍袒露心迹，但是仅仅只是稍稍的，最终他还是没能告诉彼得。最后一幕门慢慢的关上，他带着他的黑暗，他把自己永远的锁在了小黑屋里。如果说最开始杀掉迪基是失手，那杀掉彼得就是说明他的内心彻底的被黑暗吞噬。瑞普利这样的人只配永远的待在小黑屋里，不配被爱。彼得真的又是好惨一个呀。哎，为什么我要说又？只因为在剧场里和你相遇就喜欢上了你，哪怕是差不多知道了关于瑞普利的秘密，其实他是愿意替瑞普利保守住秘密的，但是那个时候的瑞普利已经黑化了，他不相信任何人了。最后生化分离的场景真的有虐到我。Thank you.
我不喜欢瑞普利，很不喜欢。片名中的 talented 被翻译成了天才，我觉得差了点意思。瑞普利聪明，但是不够聪明。他善于察言观色，但眼界太低，只是稍有天赋。他够狠，加上运气好，所以最后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。这一切我觉得是源自于他的自卑，见识过上流社会的生活，但又融不进去。虽然我们不能受害者有罪论，但我觉得敌机是一切恶的开端。因为对敌机的渴望而不可得，瑞普利心中充满欲望的房间被打开了，洪水猛兽就咆哮而出。但其实看完这部电影之后，我有一个很新颖的角度，就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大能力去改变一个人。瑞普利无法改变敌机的杠，最终杀了他。彼得无法拯救瑞普利的黑暗，最终被杀。一个发生在夏天的关于爱情的谋杀故事，再一次无差别推荐。路边野餐，2015年，华语电影逃不开的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。这部电影其实有被讲烂了，我就不多介绍了，我讲的肯定没有大佬们讲的好。说一部稍微小众一点的电影，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是一部文艺片，所以不会无差别的推荐给所有人。其实这部电影和路边野餐没什么关系，从头到尾连吃东西的镜头都没有及格。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《黄然路》。这部电影和前面几部燥热的感觉不一样，它很凉快，可能跟它的地点有关。开里东街台江雷山两县，南地马江丹寨两县，西部富泉县，北界黄平县，地理位置在东经107/4058至108/129，东西最长跨度51.76公里，南北最长度44.3公里。开里的西北部、西南部、东南部地势高，中部、东北部地势较低。毕赣导演的电影永远都很私人，很私人。他和观众就像是齿轮对着齿轮，能卡上就喜欢的要死，卡不上就什么玩意儿。这部是我正好卡上的电影，我特别的喜欢。其实要说电影的故事性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慢悠悠地跟随着导演的脚步，一边思考一边想象。最开始看后半段40分钟的长镜头的时候，我有觉得镜头看上去很廉价随性。我个人是不会过多吹嘘长镜头的，技术只是一种表现方式吧。最重要的还是技术背后的东西。这组镜头我会觉得很魔幻，像是一场梦境，人的思绪的视角，晃晃悠悠地看着主角们的行为，可能就是演员的视角。整部电影让我觉得很舒服，很自然，因为几乎都是素人演员，人物带着浑然天成的自由散漫。我觉得专业演员再怎么巧夺天工，都带着表演的气息，它可以很打动人，但是没有自然状态下的人物流露出的质朴感。这部电影的一个很精彩的点就是在于里面陈升念出来的诗，我很喜欢里面的诗，很舒服。这种舒服的感觉具体我描述不出来，就像是夏天一场大暴雨之后树叶和泥土散发出来的绿色的味道。其实看完之后你问我看懂了什么，我什么都没看懂。我倒是觉得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需要看完之后有思考的，电影需要有包容性，看得让你觉得舒服就可以了。我很喜欢前半段大量而明显的镜子的意象，镜子的意象很多是表达内心。我这里开个脑洞，不一定对，肯定不对，大家随便听听就好。会不会说整部电影或者后半部分其实是陈升的诗的视觉化体现？陈升是个混混，他说的老外花和尚就是自己，后来遭到仇杀，儿子被剁了手指活埋了，他把打牌的大姐当成凶手给杀了，接着被判入狱。出狱之后的陈升和妻子协议离婚，当了一个医生逃避一切。每次他提到被活埋的儿子都会很悲伤，就好像是我有一个朋友，那个朋友就是我自己。这部电影像是现代诗，诗是片段，能给人无限的想象。如果说大家想在夏天静下来看一部慢慢的电影，可以选择这部《濑户内海》2016年。盘点到这里，我才意识到，除了《普罗旺斯的夏天》，剩下的电影都好治愈啊！明明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季节，来部《濑户内海》吧。日本真的很会拍关于夏天的治愈的片子，《菊次郎的夏天》《小森林》，当然还有失之愈合的绝大多数电影，《无人知晓》《步履不停》《小偷家族》《海街日记》。然后我选择了《濑户内海》，当然以上都是好电影，很好的电影。我选择《濑户内海》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很无聊但是有趣的电影。两个男生聊天，聊着聊着一部电影就过去了，聊着聊着夏天就过去了。我一直觉得人类成长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最有趣的，一个是孩童，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胆探索和全新的视角；一个是老人，迟暮之年对世间经历的反思和超脱；还有一种就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，比起孩童更加精力充沛，但因为涉世未深，对世界仍然保持着希望和憧憬，各种天马行空，奇思妙想。濑户内海是两个男主的名字，电影也像标题一样轻松随意的组合，毫无转场意义的镜头，突然插入的音乐。片中绝大多数的场景都是在一个台阶上，很省钱哦。之前的路边野餐是破碎的，其实这部也是破碎的，
多出现这种非典型的电影其实是一件好事情，他们给了电影另外一种可能性和多样性。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，生活也好，电影也好，不单单是有连续的故事性的。我们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无意义的片段的组合，无意义的生活片段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有意义的生活。不过比起路边野餐，这部电影的可看性会更加强，日式的慵懒惬意也很舒服。为什么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呢？坐在河边发呆杀时间也很有趣的呀。好的，这次就推荐到这里，大家要享受夏天呀。我是千小酱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